什么？你也会唱歌？是啊。你是讲正在产的那个米会晓唱歌？嘿啊！骗笑的，哪有可能啦、啊？真是的啦，啊，无你来听看麦就知影。欢迎收听咪咪咪咪，咪咪之一，我是妈妈。欢迎收听咪咪之音。每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伫 FM 107.3南洋电台。大家好，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袂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唔呐，会播歌予大家听，嘛邀请你做伙关心咱的农村、咱的稻米，分享咱生活的各种滋味。迷你之音诶，大米个滴。这几年来到宜兰，真正在过农村生活的时候，我感觉说、生活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尤其自己也很怕狗农村哦，四个都是黑色的狗，我有当时在想说这些黑狗它的主人敢都认得出来、每一只都生得同样。好，今天我有太多疑问、也带着很多我们农村朋友也都同样的疑问，对我们农村在饲的宠物啦，或者是流浪猫流浪狗一些应对的方式等等，邀请专家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说、到底要多少专家。他是宜兰动物防疫所刘碧阳股长，你看他有够专家吗？刘股长你好。主持人你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我也是因为要邀请股长上节目，大概才知道说哦，原来宜兰的这个防疫所它还分得很细，就是不是说所有的活着的生物都全都包括在这个股长身上，什么都要管，是需要分工的哈、哦。是。那大概是安那分工，这个在防疫的部分。防疫所咱有四个股哈，我是第一股，咱主要主要是管狗啊、跟猫啊。狗啊、跟猫啊，那如果是处的饲的哈，主要是狂犬病的预防注射。另外一个就是无人饲的，也是讲大家啊，像拄啊主持人咧讲的迄、遐乌狗较济，啊要掠，啊尾也是掠去打，啊是一挂野狗、野猫要掠，尾啊掠去管遐，啊由阮收容管理，大部分这是阮第一个的工课。啊，那伫第二个来讲哈，拄啊主持人伫前一个点钟，上一个小时迄个节目，你有听？你有听？迄个鸡啊是公的，也是母的，胎盘那是母的哈。这个问题啊，阮第二个主要就是负责鸡啊，迄个两只脚的动物哈，伊的防疫。那大家较熟悉的吼，也是讲印象啦较深的部分是咱今年年初迄个禽流感的疫情吼，咱为着要预防这个禽流感，咱伫今年吼扑杀几落场的鸭场，啊，这嘛是阮防治所来主导的，吼、来负责吼、做这些防疫的迄个扑杀啊个消毒的工课。另外个一个就是。顶礼拜，应该是这礼拜哈，迄、个新闻较热门的，就是五桂鱼啊，湖泊病毒，那个也是我们第二股也负责防疫的迄个部分。另外过来的第三个，第三个咱都要讲两支脚甲无开，第三个就是咱四支脚的猪啊，个一个食草的草食类，草食来讲咱羊妹妹哈的牛咱。宜蘭牛這樣肉飼肉牛的只一户而已，剩的有一些飼羊啊，做羊奶來給吃的這樣。蓮牛？蓮牛沒有，咱宜蘭館沒有蓮牛。是。第四個就是一些植物防疫，就是重大，這個我不要用台語。豬仔，種豬仔的部分。還有重大疫病蟲害的防治，比較流行，還是大家比較有印象，就是最近新聞的那個荔枝春夏。對。還比較近前有一些紅火蟻，這個防疫的工作。大部分我，台語上我那個防治所的工作，就這四個方面。我確實是需要這樣分的。不然不然四支腳兩支腳有腳沒腳或者是植物跟動物如果都攬做會可能工作這樣分不清楚執行的效率也可能會受影響，所以說這個第一股，所以今天劉碧陽股長是這個負責第一股的部分的動物，而且你說得很清楚，就主要就是貓跟狗是
主持人都要讲讲慰藉咱人的生活，啊、还有即马迄个少子化的情形较普遍吼、嗯嗯。啊，即马少年囡仔可能不爱嫁人，不爱娶某，啊，结果饲一只猫啊、甲狗啊，啊，伫身躯陪伴吼，啊，这个情形就普遍的。嗯，欸、所以这个来做这项工课，我一当先大概。那朋友的部分啊，要偷偷问一下，请教高长，你家己本身毛饲无？有，阮厝的嘛饲一只，嘛是野狗，就是我工作过程中啊，人伫有一届就是去人警察局，人去警察局，啊，我去甲载登去要公司的时阵，啊，感觉讲啊，这只狗那伫我车顶，安尼真乖吼，啊，想讲啊，无囡仔嘛，较小可较大汉，啊，好囡仔有一个迄个动物的生活的经验安尼，啊，所以。在无人领养的期间，啊，我过迄个期间无人来领养，啊，阮就家己当来饲，啊，怎啊做弯道，怎啊滴弯道。我想讲，你若近摆要去接这个动物当来办公室的时候，拢会变成走当去领导，安尼你领导会爱做多做多。哦，这个会克制啦。是是，一定是需要克制的。是。首先一开始哦，唔知啊，鼓掌，你有会惊的动物无？如果那针对狗跟猫来讲啊，吼，猫一般吼，猫猫较明显吼，伊的性格较特异，哦，有的猫它就是会讲足亲近啦，会甲你暖，会甲你咕，哦，主动要你摸。啊，另外一种的就是，看到你就走较远远去，啊，是讲伊然后你抓着甲你碰，哦，要甲你咬，是要甲你夹，迄种拢毛毛。啊，另外一个就是狗有些。哦，伊阮啊，阮是兽医师的单位，吼，阮是宜兰县迄个公务兽医的单位。啊，那一般阮啊下乡去住狂犬病防下，也是讲吼、哦、有一挂需要打针的地方，想惊一挂特定的动物啦，像大只会怕，看到獒犬你当然会惊。啊，个只惊哦。啊，个只起码最热门的柴犬。哦他的某一些性格，其实我们在第几印象哈，也都会特别较注意哈、嗯，因为他那个诶突然敢去敢加，还是讲他有一个比较顽强的个性的呀。你的工作挑战真大，所以咱先来了解，就是讲唔管是会惊未惊啊，有伫咧饲无伫咧饲哦，只要是看到狗的时阵，尤其三不五时拢传出狂犬病的这个问题。嘿，那所以伫咧咱的这方面，像讲高长你的业务的部分，你上该主要你的希望一般民众一定要注意到的代志是啥物？怎么？针对狂犬病吼，咱呐台语较早讲叫做小狗病吼、哦。那迄滴1902年七月进前吼，咱台湾是一个全世界十个无狂犬病、无小狗病的国家。五年前咱是无小狗病的国家。嘿，咱。哦在民国51年经吼，迄、那个进前吼，民国38年开始，到51年中，咱台湾是一个有狂犬病的国家。啊，迄阵啊，就经过迄个掠狗啦，吼、哦，甲移除啊、哦，所以咱即卖感觉讲，先啊挂警圈，还是挂狗牌，就是有人诶，就是当初迄阵啊，为着要控制的时阵吼、哦，大概一个印象哈、哦嗯。啊，毋过伫1902年的七月。这一种台湾的迄个这种野生动物，较低海拔叫做幼獾，啊，台语叫做臭麻，是这种动物的身上哈，啊，咱就一个台湾大学兽医系的老师，啊，伫一只死去的臭麻身躯，讲啊，伊奈是安那死的，他发现啊，就各做研究，啊，说不小心哈，嘛伫偶尔意外的状态下，讲啊，这只竟然是幼獾的狂犬病，啊，对这只第一只开始。发布了后，好、哦，啊，咱台湾哦，竟然发现讲哦，一年幼獾的狂犬病的案例哦，开始一直发生。嗯、啊，不过大家爱看，比较可以稍微安心一点的是讲，啊，目前狗啊、跟猫啊，甚至是讲，遐野狗、野猫身躯吼，阮当年其实拢有送验，啊，不过这个身、那个这个动物的身躯啊，就是流浪狗猫身上，拢还是还没有发现到这一个疾病的发生。哦，咱有小狗病，不过是伫这幼獾的野生动物身上，猫啊、狗啊，目前要是无的。是，过来吼，我甲大家讲一下，迄、那个啥狂犬病这重要性伫哪吼？狂犬病伊是一个会感染所有温血动物的病毒的疾病，是、哦、就是讲所有动物啦，包括人吼、哦，你看得到的动物啦，还是你。
知影的动物啦，拢只要有体温呢，甚至鸟啊，都拢有发生的案例。嗯，好、哦，啊那这个疾病啊，感染到哈，那、哦、无处理，死亡率是100%。啊、哦，死亡率是100%，所以是特别爱紧张啦哈。那、哦、阮做这个防疫来讲是爱较紧张。哦，安尼听起来伊的团感觉是会真容易、真简单的呀、啊。不过目前发现也是未、欸。哦，它的传播哈也安那团这個、病安那团哈，其实可能加像讲禽流感啊，还是讲啊 SARS 用摸接触，还是空气传染，咪唔是安尼哈？伊爱让动物啊加掉，有掉狂犬病的动物啊加掉，嗯哼，哈、哦、啊有加掉，再去喂掉这个狂犬病。血液的传染，嗯，透过血不？唔是透过血是伊的病毒啊，发病的动物啊，这个病毒会滴个嘴暖，嘿，啊嘴暖你若加掉、哦、啊，嘴暖经过咱的。经过伊个喙齿，啊，走入去空嘴，啊，才通为咱人身躯顶关去。不过呢，讲到这个草蛙，就是幼獾，因得到狂犬病病毒的，伊发病的时阵，应该嘛是有失常的情形，很有可能就是传出去的。对，如果他这只草蛙，还是讲哈，这只幼獾，他得到狂犬病，他有已经发病到病毒血症的时阵哈，就是伊开始咧有狂犬病的症状的时阵。啊，迄、那个时阵你若互加着，迄、那个感染、哦、你若本身无住过狂犬病的预防下，像阮有住过人的狂犬病的预防下，哈、啊，啊，你若普通人无的时阵，迄、那个风险就加较悬。哦，不过咱一般到底要会去拄着这幼患的几率高唔高？不高，这个不高是。在宜蘭，它比较低海拔的地方，啊，咱都是生存在低海拔，是低海拔，可是要较乡下的所在，乡下，咱市内就较无，唔爱看过这個，那、欸、是讲山边啦。好，高定你住市内，我是住山下，我住山下。好，安尼有可能。哦，今晚大家听到汗都冒出来了，因为熟悉了，才会当进一步，迈去湖北京。啊，不过熟悉了，听到讲，哈、哦，在低海拔。而且这个传染的方式，只要是温血动物都有可能传染，有可能因为熟悉啊，咱会多了一些害怕跟警觉。是，所以这进一步要搁来注意什么？咱熟悉的这个狂犬病。哦，那、因为伊这可怕哈、哦嗯，啊，所以咱多搁讲到咱哦，普遍拢会饲狗啊、跟猫啊。啊，对。好，啊，咱搁讲到咱的狂犬病预防注射的推广。啊，其实咱的狗啊、跟猫，咱家己饲的狗啊、跟猫啊，啊，当年吼，咱即马政府规定是当年拢爱住狗啊、跟猫拢爱住狂犬病的预防下。哦，当年的政府规定的，啊，那无住会罚钱是吧？罚钱，啊，佫无少哈，3万块。是，啊，当然咱以前吼单价发的金额吼，单价伤悬啦，咱一般啦拄着吼，因为这咱普遍咱管来住。狂犬病用下拢伫150块到120块中，嗯哼，哦，因为这足简单就会使解决。咱通常拢会先劝导啦、劝导啦，跟、哦、摸，因为120块要先办单，还是咱袂记哩，对，还是为着要先这120块去用发怎啊发较济啊，嗯哼，哦，那所以做狂犬病预防针足重要哈、哦，因为你若有做，这只动物啦身躯都有抗体，啊，你拄啊讲诶。你要加掉的时阵，你的抗体就会使跟迄病毒做抵抗，嗯哼，哦，就较袂迄、那个传的迄、那个机会会较少。安尼，像讲固定连你家己人的部分你嘛做啊，这是家己自主选择，你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嘛，哈，是较安全。因为阮一年吼、哦、过手的动物啦有几啊千只，嗯，嘿啊。嗯，难保都一天去有狗咬到，还是去有猫咬到，甚至有可能去有其他的动物啊咬到。啊，阮规定吼，阮当然吼，那、哦、做狗跟猫啊，这当然啊，规定吼都是都会去做这个人用的狂犬病预防下。你是不是嘛？当年拢爱做一支？第一年爱做三支，啊，过来爱补强，吼、哦，看你的那个抗体产生的情形，一代啊，就是补强。阮今年又去做一支，安尼。所以安尼你啊，唔免当年。第一年要注三剂，是，嘿，啊，过来，嗯，过你理论上啦，过一两年还佫补注一剂，袂像讲狗啊猫啊，赶快当年拢爱做，哎，是，哎、欸，为什么狗啊猫啊的迄个疫苗袂当较厉害嘞？注一剂，注一剂就好。这嘛是为着要减少伊的漏洞啊。理论上，伊的这个疫苗的保护期，它是可能超过一年啦、嗯，不过。真的是怕政府怕大家忘记，嗯、怕大家也袂记。那到底是让
每年爱煮还是后年爱煮，啊，当时煮过啊，不如的，嗯，啊，咱搁个疫苗注射的迄个单价，哦，大概就百几块呢，这个保护咱人类，搁保护咱的动物，这是一个哈，哦，应该是蛮需要推广的事情。是，你现在是预防胜于治疗嘛，哈，嗯，咱全面性的做好这种好好的预防，真正卖去讲拄着啊，像。嗯不管是无注疫苗去拄着爱罚钱，或者是讲真正去拄着去狗仔猫啊去和这个狂犬病的加掉，嘿，迄当中拢袂赴，有会伤暗嘛？有当下一寡活动，其实嘛拢一直伫咧鼓励，嘿，这是有当下是毋是嘛？有免费的部分。有，如果大型的活动吼，要鼓励，针对即卖免钱的部分，就是山区吼，因为咱野生动物嘛是较少。出现伫山区啦，像台东南澳对关住民，迄，那个原住民的所在，咱是用免费，啊个高风险的所在，啊一寡咱针对有饲流浪狗、饲较侪遐的人，咧照顾流浪狗较侪遐的人，吼，咱嘛会提供免钱的狂犬病预防注射。啊，另外就像主持人讲，一寡大型活动的时阵，要鼓励民众，然后甲因兜的狗掠来，还是领阿掠来做狂犬病，我买迄个做免钱的一个搭配的活动啊。是，我嘛听过这个。厝边隔壁有当因嘛是哦，嘛拢真有爱心嘛，啊，然后拄着流浪猫、流浪狗，其实嘛拢尽量有当，比如讲送去结扎啦，还是住狂犬病，加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的部分，这部分的处理，是不是对住狂犬病疫苗嘛是拢一般民众干嘛拢做一个，还是主要是由咱的防疫所在做？一般我现在拄到吼，可能照顾就是对流浪狗、流浪猫，它有办法接触，因为这要抓伊吼，有可能性格唔知啊，你为着要抓去要加吼，给所以嘛，而且风险嘛给足大，所以不用特别做到这样哈。嘿，那所以只要通报就好，通报哈，我捕捉，啊是讲你那有定咧饲无走，你啊，我会使协助的哈。嗯哼，咱今麦有一个。好，另外个给大家迄个推广者，阮防治所今麦有一个迄，那个，阮动植物防疫所今麦有一个迄，那个三合一的计划，免费三合一的计划，就是你若有饲动物啦，好，还是讲你要协助遐动物啦，哈，就狗啊、甲猫啊，主要狗啊、甲猫啊，佫主要是米克斯，就是混种犬，嘿，遐咱若台语讲是土狗啊，哦，你若做三合一就掠来，哈，掠来阉，住狂犬病。打晶片，三项同齐做免钱，啊，嘿，会使有这个活动，啊，我嘛就是希望讲大家来使响应，因为佮回应到拄啊讲的，咱即马狗猫哈，这个狂犬病拄啊讲的迄，那个疫情的部分，因为狗猫是跟咱人最接近的一个动物哈，就是咱饲的，啊，偏偏咱即马有当时要睁开饲养心态哈，就是。可能暗时啊困，还是在你食饭的时阵才会回来厝的。嗯，普通时啊，拢可能在外面自由自在。对啊，嘿，啊，大家觉得啊，这样呢较符合自由啦，还是符合福利。可是哈，如果像主持人住在比较郊区的部分，一只只动物的哈，他你所养的狗或是猫，没有打狂犬病预防针的时阵，啊，那去到外面遐那个野生动物。嗯去找朋友，去找朋友，还是讲大家一言不合休假的时阵，他如果没有无住狂犬病的东西，有可能就去感染到这个狂犬病的病毒，嗯，甚至暗时啊回来困，还是吃的时阵，吼，还有可能进一步去感染到咱的人，安尼的时阵吼，迄，那个风险，还是讲发生这个狂犬病的传播的机会就足大，嗯，所以煮是一定爱煮的啦，是啊，而且讲甚至三合一拢合起来，和你做一概拢做全包，连都免收钱。你呢？如果专程去打疫苗是要收钱，可是呢，打疫苗加结扎，啊个加植入晶片，是这是最近伫咧推的活动。我是对2022年，吼，看年底开始做这个工课。看今年年底。2022年年底、开始一直到今年，好，这是阮近年来迄个较重点的工作，嗯，啊，重点就是要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来产生，产生，嘿，就是拄仔咱讲三合一来钓一个结扎，哦，是，所以狂犬病的以后，哦，不过我这个三合一送去，我一般是送我家己饲的。嘿，是啊，你讲猪狼，猪狼有猪狼的部分，啊，那也可以预防着流浪猫狗的生育哦。
会啊，因为三合一里面有一个结扎绝育哦，我们自己的不要去外面跟人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齁咱其实你真卡讲啊，这咱阮即即马阮伫公文顶面写啊，叫做好，改讲叫做半野放家犬。对哦，咱真卡的动物咯，宠物些真正大部分拢比较自由开放诶，是嘿，野放半野放，定义是半对啦，一定野野的嘛，真野的对啊。所以讲即、這个南北。想要了解讲要安那，会当三合一，这啊，而且是会当免费，这是会当卡什么电话不？会卡那动植物防疫所的电话哈，伊的电话是03-9602-350啊，询问说有关你家的宠物哈、就是要主要是米克斯哦，混种的，就是土狗啊，还是土牛啊，不是无品种的一种的哈、要做三合一计划，啊，阮当然都会使给你负责给你解说哈、甚至报名参加。为什么特别个限制品种？第一啦，咱迄个资源有限哈，咱管的资源有限哈。啊，过来者，咱统计咱迄个，拄仔咱有讲，我有流浪动物的收容的业务哦。啊，阮收容业务内底哈，看到的狗、跟猫、野狗、跟野猫，主要拢土狗啊、土猫啊，啊，占的比例是99%以上，拢是遐土狗啊、土猫啊。啊，当年。只要呢，有可能就是拄到人歪饲的，还是讲拄到狗啊、跟猫的繁殖季节，啊，就规部规部的猫仔、狗仔仔安尼送去吧。哦，啊，主要就是拢这主人啦，吼，啊，是讲外口野野狗无经过绝育的这个动作，嘿，啊，这当年安尼生团，啊，甲你讲一个知识性的迄个狗啊，一年吼会发情两届，个固定消两届，吼，就是春天甲秋天的时阵会发情。啊，迄阵呢，吼，你若无淹的时候，你就常常看到野外，吼，狗啊夹规阵，啊，咱台语讲，迄种咧小狗窝啊，嘿，啊，那个公狗吼，再远都闻得到，啊，大家就这样子跟一群，不止危害交通啦，也造成有可能造成民众的安全的问题。那过了两个月以后，就有还有小狗的问题。哦，嗯，鸟啊嘞，鸟啊，一年发情几届？可能是比狗啊，佫加一届，会佫比狗啊，佫加一届。不过你啊，一体生会比狗啊较少，所以用加一届来繁衍。哦、平，大家拢公平的对，就是要生要多子多孙的对。是，拢平啊，拢真有生育能力啊。今嘛嘞，过来要来怎样讲？淹起来，或者是讲拔起来。我拄只，我想讲哦，我一定要来好好了解一下。请问高长，淹起来跟拔起来跟我不同款、哦、其实淹起来是我们台语的讲法、哦嗯、淹其实如果淹来台语来讲、哦、就是都整几乎那个我们的生殖的器官、哦、就把它主要是生殖的器官拿掉在肛的来讲就是把它的肚子拿掉我们睾丸拿掉睾丸拿掉好、啊、我们饲猪啦饲狗是鸟诶，猪、啦、狗啊、猫啊，淹就是家己的腹啦，提就是睾丸提掉，嗯，可以完全无可能个生啊，对，迄叫做淹淹、哦、啊，咱国语叫做绝育，绝对不会再生育。哦，这个时阵听起来有淡薄比胸好好是啊，所以讲结个结拔起来哈，可能个咱人哈，尤其咱查甫还是女生哈，讲叫做结扎，对，哈、啊、较有关系。那结扎是个。拔起来、嗯，就是把我们的输精管或是输精管哈，如果以男生来讲，改成输精管，用线绑起来扎起来，那阻断这些精子，它把它有就是有出去造成它生育的机会。不过这个拔掉的拔除以后，它是有可逆性的，也是够回好的啦。哦，拔起来当掏开，所以那叫做拔起来呢，不是阉掉。嘿，是。咦，所以咱一般拢在咧讲，有个狗啊、猫啊，送去结扎无？咱拢讲结扎较济的无？是 是。啊，到底我是个狗啊，送去拔起来，或者是阉掉？我，咱家己敢知呀？我是讲一般民众敢知呀？一般咱那讲要掠去阉，还是讲要掠去结扎哈？其实。嘛是爱跟咱的兽医师确定了哈、哦。其实兽医师咧执行这个结扎手术，它还是有两种。如果以肛的来讲哈，应该是核拉提起来，迄、那个睾丸提起来较无问题。啊，母啊，就是睾母还是尿母，
有的甚至有的动物园的医生他是用结扎的方式啊，不过如果用结扎的方式这只狗母会再发钱会再笑、欸欸、所以要跟动物园的兽医师做一个很确定你这是结扎绝育。嗯啊，那也不会讲，就较简单，甲民众讲，你来就是一定是做啥物，意思是讲，好民众要是当有选择的对啊。应该是当时也是收费的问题啦，哦、这是也要讲安尼，是因为吼，咱工作做安尼十几年来，有拄到一挂民众的疑问，也是讲民众带去动物园一挂疑问的问题，也是算纠纷的问题啦，吼，那就是讲。高定，你讲好听，讲好听，我较无了解。啊，有人讲掠去，我都要掠去淹啊！啊，啥你？那个会生，等下啊，个会笑，啊，那个会生，嘿，啊，可能在某些动物医院的医师，他在你一直跟咱人客，还是跟咱协助咧沟通的过程，无讲哦清楚，还是讲你家用较少钱，吼、哦、啊、来做的时阵，啊，我嘛要结扎手术，啊，无动物医院医生，你那。如果没有不了解这个方式的时候、哦、有可能说我就给你拔起来给你不再生啊，不过他有后续如果用狗就比较多这种是发生在狗母、有可能又发生说这只狗母怎么当年还会笑、甚至有可能说后续有子宫蓄脓或是其他的生殖道的问题生殖疾病的问题是、不过拔起来也没人去套开怎么他会再笑他自己会主动连起是吧没有他笑是不再生不过他卵巢还在、他的是他的生殖的器官、那些荷尔蒙、他每年还是会让他发情、所以发情缓发情是不过没办法受孕、对是、所以拔起来要是赶快没办法受孕只是他的笑这样会发情、狗之长情你都好让笑一下不过股长你的意思是说拔起来跟腌结扎跟绝育费用差很多啊可能在手续上会有差啊，个可能动物医院它还是有一个收费有一个差额啦，这嘛得看主人爱强调这个问题。是啊，是差偌济，因为我唔捌上动物园，我想讲了解。大间收费的方式不同，因为迄有用的肉虾不同，是用注射的肉虾，还是用迄个气体麻醉的肉虾，啊个。或者以大间动物园的设备不同，所以收费不大一样。所以饲畜牛、有饲猫啊、狗啊，这些主人其实嘛，这些生活开销常常拢未少。是。啊，不过拄只像你讲到三样合在一起推免费，这黑部分一起结扎还是绝育？绝育，要一定是要绝育，是。啊，你绝育跟一定都会比结扎较贵。那阿哥有这个结扎的这个手来讲了哈，绝育一点比结扎也手续较繁复，他一是把伊的子宫卵巢那归乎 take 啦，所以那个过程还有那个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是。安尼，有当有听讲，像咱的这个有合作的这间叫做什么湖光动物医院，是，嘿，因嘛拢有推免费的。是结扎是，湖光动物园是咱今嘛管来有跟咱迄个管政府防治所吼、合作配合的一个动物医院啦，伊有跟咱配合做免费的三合一的结扎、就是拄只讲的这個，你唔是讲绝育啊？绝育，绝育哈、所以哇，所以真正是的，就是一劳永逸啊。是，湖光动物园它。伊除了做这以外，咱拄仔讲的野狗的部分，伊嘛有真热心吼。其实那讲这湖光动物园，咱就讲得最甘心的啦啊。这个咱102年开始咧做养狗养猫这个绝育的工作的时阵吼，啊那迄、那个院长吼，伊其实是台北的病院的院长啊，伊看拢无人要投入这个吼，因为考量到咱动物园开的经手。加速较少，啊，过来今年的心态拢一个人在经营，啊，会使做额外投入这个心力，可能较歹配合，啊，咱毅然决意为着流浪狗这块，啊，投入足深的，啊，像我即马出嚟讲，啊，看到狗无淹，就敢那有仇安尼，我就想拢要甲淹淹掉，啊，所以伊即马开咧咱东山路三段，啊，开一个湖光动物园，啊，即马。
长期跟我们配合这个那个流浪狗哈，还是讲咱混种犬的犬猫的那个绝育的工作。嗯，所以安尼讲起来，那个服务实在是真赞，就是讲是养起来，而且是都免费的。是啊，只是讲伊都专业人都跟他一间，免费配合的哦，跟防疫所配合的，是伫当山一。我请问杨股长哦，你也安那建议民众去考虑，到底是选结扎好，或者是绝育好，除了费用的问题之外，是建议用绝育啦哈。那结扎其实是讲某些动物医院的医师，他可能用比较便宜，就是为了因应饲主较俗的收费的方式所采取的因应的一个措施啦。哦，正常咱是建议绝育哈，就是拢个严格规，拢该。该提掉的提掉，无后盖，它留着以后嘛是还够有可能产生，即个动物啦生殖道的疾病。咱多已经有讲到，狗母啊，还是猫母有子宫蓄脓，而且咱即马狗的动物啦的问题吼，唔是传染病的问题哦，是跟咱人同款吼，愈活愈久是老年病的问题。那老年病咱除了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来讲，以外都是一个肿瘤，那生殖。这提掉阿盖的无只生殖道的肿瘤的问题，哈、哦，那滴高啊，滴高波啊，是尿波啊，都乳房癌啦、子宫蓄脓等等的，那公的有可能是射物腺癌，还是公睾丸癌之类的这些，或是其他的，这些生殖道的癌症的疾病。安尼一般讲起来，民众诶。未去接受，要去拔起来呀，淹起来，嘿，可能原因是啥物？可能刚主持人其实有一点想要维护动物应该要享有它天然、哦、就是天然可以应该主人的那个能力然后维持伊的算是福利还是算伊的应该狗权权利动物权利是有一些是板断啦哈而是讲啊无啦迄都可能观念啊未真还没有很深入吼伊的观念有到遐。好、哦、讲，应该是个淹起来，麦个产生遐，无除非你呐不爱淹，你个狗仔囝是猫仔囝，你拢爱喂它上。无咱一般吼、哦，咱的过去的习惯，包括阮爸爸，伫做我做囡仔时阵，阮到狗不爱饲啊，啊、哦，嘛是掠去很远的地方，哦，没起名了就放生，哎、嗯，其实叫做弃养。啊，对，那弃养，然后我们如果弃养，除了咱公共安全的问题以外，咱个选择看买啊，够多讲的狂犬病的问题。嗯是。尤其这几年来，台湾对这个流浪猫，尤其是流浪狗，像讲拍电影啊，还这种十二夜的，嘿，对这些爱狗爱的人，爱好动物的人，看到就揪心的，真艰苦啊。不离个就是讲，这个流浪狗、流浪猫的部分，伊对咱生活面的影响，要是需要讲透过政策这方面，迄等于是，唔是干那讲保护安全？我即摆是伫咧想讲，关于着这个养起来或者是拔起来，伊对流浪流浪犬的迄种控制哦、喔，是唔是是上该绝对上该好的方式？是用绝育甲养起来。绝育是上该好的方式，因为那较差的方式，像我咱看到十二页，伊是收收起来啊，集体毁灭。即马咱是唔是伫咧政策方面是无温存台西流浪狗、流浪猫的，是吧？即马。1802年，这今年哈，2月4号开始规定《动物保护法》对，收容所内底动物啦，哈，未使因为公告超过12天，未使因为阮要控制内底数量的问题，啊，来甲这些收容的流浪狗、流浪猫，哈，做人道安乐死。哦。不过反过头来讲了哈，就回过头来讲，它收容所的容量有限，啊，你外口的猫啊，还是狗啊？你如果不做这个绝育，不把它淹起来这个动作，后来如果生源源不断的生育，一年刚才说狗两次，猫三次，狗一次10只8只，猫一次3只4只5只，这样抓来还比安娜也没找到地，没找收容那么多狗跟猫，如果还硬收容，我们今年也有发生这个问题，硬是收容那么多，收容QQ那么多的时候，有可能会小发生小家传染病，所以你不跟台语主人相杀、自相残杀，这个
等到讲起来，其实是无较人道啦，嘛无较符合福利，所以多在讲就强调讲绝育，要么都袂使太啊，咱都尽量甲推广给大家饲的遐，主要是混种犬猫，然后拢卖个好生，啊，阮阁提供这个免钱的这个活动，哦，好，大家会使来甲厝的狗啊，是猫啊，而且混种的狗啊、猫啊，甲养起来。好好好，我拢听有啊，我都听懂了。以后就是讲绝育，唔免阁讲结扎，因为是无同款的。啊，即马上新的消息，甲大家讲，七月七日拜六，伫咧台东福兴村的太雅一路。在福興村辦公室才有這個犬貓絕育免費的，是、哦欸、而且是混種的是吧，是對、啊欸、對象是混種米克斯頭高、啊哦、所以這是跟你剛才說的那個同一場、哦、就是這場、啊、他就是只有這個地點而已、欸、七月七日這個時間這是、剛才說的我們三合一的活動除了可以拿去我們剛才說福光動物園走以外、啊、我們還會辦下鄉的活動，就是說、哦、你如果比較偏遠還是你比較不方便，我就甲带，像讲像这场，我就甲福光动物医院加迄个台湾之星一个团体同齐办，啊，伊会带就一个兽医师去迄个拄啊讲的复兴乡迄个办公室啊、哦，然后就直接扎住在那里，啊，民众带来啊，就很严嘛，登记啊，啊，目前已经有登记二十几只。是，上好嘛是预约较好是吧？是哦，好，较好排时间，因为咱做一只做拢爱有时间性。你那底下等，等下搞点小家，还是人嘛底下还啊？你拢无饲的时阵哦，啊，这天气这么热，其实是嘛对动物咱嘛唔好，对咱人嘛就痛苦的。好，安尼预约电话，大家紧的手甲伊记起来，好不好？用预约03960235050。03960235050，这是七月一号拜六啊，要进行的，伫咧大同乡复兴村太雅一路61巷5号啊，地址大家免记啊，电话先记起来好啊。03960235050，这是犬猫绝育的免费一届活动，大家一旦特别注意时间哦。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时间是11:51，你等你收听的是 FM107.3。礼拜天、礼拜日再去10:至12:的迷你之音，拄只这只小小鸟，鼓掌嘛，讲哪听嘛是想到高中时代嘛，哈，是咱年代的歌。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继续伫今仔日最后一段访谈，咱哦今仔日讲了，甲大家拢真相关、真重要的，都、就是关系到流浪猫狗，或者是厝里有饲的猫啊、狗啊，要做狂犬病的疫苗这部分的消息，或者是讲这绝育跟结扎的差别，哈、啊，今麦咱拢知啊，绝育则是一劳永逸，是上介好诶。啊，不过那是讲哦，厝里那个狗啊、猫啊，我都真爱，啊，就家己好好伫咧饲，啊嘛过了真好。上好是毋是家己用选择讲，要安那讲，会当卖绝育，因为尽可能嘛，希望因个生嘛。啊，不过不过希望讲因对伫外口。会当卖，袂去拈花惹草，是，所以这个我都控制。一般的人，应注意着虾米？其实都是爱绑个好啦，那除了爱绑个好啦，那如果用高波还是迄个高母狗来讲，然后那它只要发情的时阵，它其实发情的是讲你也看到，它的外阴部老会，那哪讲月经啊、它一年可能有两次这个机会。那就赶快把它保定了，这是该关好、绑好、摸好外面的狗啊、狗缸吼，那小狗出来等下咱到小狗不？我、然后有些人起咧院子来对，那也嘛时间搞那也够生，啊，就有些那种致命的诱惑吼、致命的吸引力，那个再远他都闻得到，那他天性是，他那个会受不了吼、那就是要把自己家的动物。保护好，就是把它绑好，那不要让它往外冲了。好，啊这其实我最近都好听到一个农村诶种地外的朋友，伊讲哦，因家饲的猫啊，去咬这个外口的鸟啊，咬到
半死半活。哎，看到这鸟，就感觉足可怜的，想讲哈，咱家的鸟奶真歹啦。啊，唔，那是安尼，有当马龙听着讲，家己饲的狗啊，去夹别人家的鸡啊，还是欺负人的鸭。其实这种对主人来讲，黑马龙真济考验。这是脱离了注狂犬病疫苗跟结扎的本地之外，大米想要请教股长诶。第二，这饲动物的人，那拄着这边伊都是一般爱饲动物，马龙真爱好动物哦。啊，不过伫咧咱农村大部分这样的互相野生动物啥互相安尼会去伤害着。嗯，嘿，这部分有啥物会当建议的无？鸟啊去夹鸟啊啦吼，鸟啊去夹鸟啊，这正常是天敌，深深相克的概念。你要禁止它，还真的无什么太难了哈。正常是较困难啦，嘿。啊，所以都无法懂啊。针对饲鸡啦吼，讲有野狗去夹鸡啊，这吼，咱有两个建议啦吼。啊，有三个建议啦。那第一个就是讲咱的畜舍甲加强啦，就是卖啊。哦，卖哦，即压到闯入哈、哦嗯，就是无卖用棚，还是网啊较固定的哈，卖、哦、有棚吼，会使弄入去。第二个，你若讲正经冻袂掉哈、哦，去甲公所来甲防止说就诱捕笼哦，好、哦、用灯诶，哦，因为这是正确的方式哦。你咱滴泥车的时阵哈，还是当当年拢有发现咱增加所在。有人会用农药去投狗啊、哦，对，嘿，咱今年嘛发生几落件，啊，这哦，你那投狗第一个造成狗的死亡，而且你唔知啊投着伤的狗，嗯、哦，啊，甚至这嘛是一个足专业的方式，嗯、啊，佫一个就是违法，是，嘿，啊，新的法令嘛佫修订咧啦，法律吼、哦，你那野狗你那来个投吼，啊，一间那投足侪只，迄法律嘛是足重的，相关有甲150万的罚则啦，哦。哦、就不要用投狗的方式，是用诱捕笼，用捕笼，诱捕笼，一旦去噶防疫所申请诱捕笼，公所还是公所，防疫所拢会使做。好，啊，你第三个方法是什么？第三个方法，都要对，就是淹起来，慢慢叫生炭，啊，嘛别加压呢。第三个是较永远一劳，这是比较长远的方式。淹起来连性情都会改变的对吧？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哦、因为他不需要再去求我，那一般你哪空不需要求我，他就不用去逞凶斗狠。人真的天性就是安尼吼，不过一某一部分失去了，连带以天性嘛是有影响的对吧、一般是拢有，那大部分有这个观察。好，我今天你访问这集，我嘛是心情淡薄啊复杂。不过我感觉，徛伫咱生活互相对动物嘛拢互相尊重的立场，其实了解这是拢真有必要的。啊，有当甲厝边头尾大家开讲的时阵，会记得这真实用的部分哦，会当互相来分享。啊，会记得拄只咱的刘股长嘛，建议大家这个湖光动物医院哦，嘿院长佛心来着，服务真济真快，啊拢免费的。不是都免费啦，这个三合一这部分是免费、三合一啊是，只要那米克斯哈、哦、混种犬啊是鸟啊，入去遐要免钱，要养免钱，入去因遐就对了。那用好康的来讲哈，用好康的方式来讲就是，是你那有厝的有米混种犬，还是讲土狗、土猫要养免钱的。去湖光动物医院甲申请的对啊，是阮甲阮管政府配合的一个动物民间的动物医院。是啊，这个湖光动物医院伫咧东山，大米今麦今个大家讲电话，明仔载人上班时间你也当卡，今麦人下班吼，唔好今麦卡。电话是03-959-0051，这是湖光动物医院的电话，明仔载上班时间一当卡03-959-0051。好啦，不你 Google 一下湖光山色的湖光动物医院买晒哩啊！今日时间已经到啊，非常感谢这听起来哦，实在是要阁做侪代志需要了解。以后希望要是有机会，当邀请刘碧阳股长来跟咱解释。感谢防疫所的刘股长，谢谢你，谢谢。嘛，感谢大家今日的收听，后礼拜再会，秘密之音，后礼拜日再去10点再会，拜拜。